嗨，丹尼，怎么啦？哦，嗨，雅丽，丹尼人呢？丹尼在广告刊板上面，你快看！哇哦，都是韩丁娜市长的猫咪到处发射宣传品，才会发生这些事。投给我！我们马上过去，雅丽。没有太大的广告刊板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哦，梯子！把脚踩在梯子上。哇哦！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，丹尼？我好得很啊！投给我！海丁娜市长，你不能这样到处乱射东西，快点住手吧！哈，等我选上了，我就会住手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呀！大家小心啊！天天，我们需要你开直升机去救韩丁娜市长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莱德，有太多气球了，叫韩丁娜市长用踢手大炮把那些气球射破。韩丁娜市长，用你的踢手大炮瞄准那些气球。不行，别射太多，不然你会完了。哇！就到了。哼，谢了。哎，大家都到哪儿去了？哼，那小子的天分根本就比不上我。对吧，小猫咪们？有那种吉他，谁都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来。嗯，有了。哦，我的吉他不见了，一定要找到它。那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不想听我的美妙音乐吗？快点把吉他拿回来！他在那里！好晃啊！抢到了！我的吉他！山坡太陡了，开不上去，我们用跑的。我来呼叫支援。天天，我们可能需要空中协助。知道了，莱德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哦，我闻到吉他的气味了，在那根木头里面。我用我的钩爪去拿。啊啊！我的吉他！都是他！哦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搭便车吗？啊，要去。没事吧，葛斯塔？多亏了天天，我没事。可是吉他还卡在那根木头里。不会太久了啊！钩爪发射。哦，你得救了，谢谢汪汪队。我要到冒险湾去，旅游玩家崔维斯才会看到真正的假怪物，然后会跟着我回雾底市。救命啊！啊不不啊啊啊！哦，那个是什么神秘的生物啊？憨憨大脚印，憨憨大脚印！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好了，毛毛，快去救韩寒大脚印吧。他看起来很害怕，所以你想让他从梯子上爬下来的时候，要很温和地跟他说。没问题，莱德。哦，梯子，等一下，毛茸茸的大朋友，我会救你下来。哼，那些狗狗终于赶来了。不是，不是说，现在想办法让他转过身，慢慢从梯子上爬下来。用韩寒大脚印的话要讲很长，我试试看。哇哦，我很会说他的话。莱德，
憨大脚印的毛勾到石头了。天天请回答，我们需要空中支援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憨憨大脚印，不要害怕，救援马上就到了。先等一下，那不是动物，那是……哇哦！哎呀，不对，韩冰大市长。哼，我的假怪物计划没成功，要是卧底是有真正的怪物就好了。小猫咪们，是你们吗？汪汪汪汪汪汪汪队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博物馆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查出真相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我要你用手电筒帮忙寻找线索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看来有人在这里很忙哦。嗯，有水，从哪里来的？原来灯是被关掉的。你们看，水滴到潜水衣这里就没了。是那只章鱼，它在跑。不对，应该说它滚走了。章鱼，快点站住！跟着那只章鱼走，它往大海过去了。让我来，网子，抓到了。好喂，你拯救了章鱼，它不用大老远游回深海的老家了。哦，他看起来想要回到大海去，可是他应该要回到全是岩石的家。好主意，船长，我知道有只狗狗能帮忙。岩石山脊在那里，章鱼兄弟，你就快到家了。哦，水肺。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展览的第一天。谢谢汪汪队，没有你们的话就解决不了章鱼大麻烦。不用客气，下次又需要送章鱼回大海的话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还换好跳伞装备了。那些是飞行员装。阿宝船长跟法兰苏瓦被困在龙龙山顶岛上一个山洞的猛树，洞里还有一只老虎。这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。身为我们的专业飞行员，你要带领团队。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火山口在那里，龙龙山顶肯定是古老的火山，没有错。预备，稳住，飞天狗出发了。是虎妈妈跟虎宝宝。那个，因为虎宝宝钻进了我们的背包，虎妈妈就跟着过来了。哎，以后再解释。救命！不要着急，虎妈妈，你的宝宝不会有事的。你好啊，小可爱。准备升空了吗？哦，你是最可爱的副驾驶。到了，小可爱，平安无事，你妈妈很快就会出来。他们应该在我们后面的。天天，我们这里有状况。没有太大的火山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有谁要搭便车吗？上来吧。救援，天天，不管多难，狗狗该做的就一定要做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机器狗，跟着讯号到大岩峡谷去。温纳先生有野狼在后面追他。强烈暴风雨就是往大岩峡谷过去的。峡谷里面有很多岩石，所以我需要小丽。
小丽往前冲。还有毛毛，因为你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，我需要你告诉那些野狼离温纳先生远一点。意思是准备进行汪汪救援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走东南方进入峡谷。温纳先生跟野狼就是在那里。我会叫他们走开，像这样。完蛋，好像又有狼来了。我现在去救温纳先生。莱德，我们有麻烦了。莱德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一直想要避开的大雷雨差不多快到了，我们要在峡谷淹没以前带温纳先生离开那里。毛毛，带着你的新狼群上汪汪巡逻车。小丽，试着把那颗大石头搬开。机器狗，带我们离开峡谷。狼怎么会在这里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嘿，周周，什么声音啊？没事的，雅丽，只是猫头鹰在叫。有怪声音。怎么你们两个还不睡啊？有个可怕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池塘传来的。那会不会是青蛙池塘的幽灵？我们最好去查看一下。那一定就是爷爷故事里说的幽灵。雅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幽灵。哇，是青蛙池塘的幽灵。但是我们最好打给汪汪队。汪汪队来了，他们会找到幽灵。喂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猪猪，你去搜索树林，阿奇跟我到池塘去。没问题，莱德。找到幽灵了吗？对啊，手电筒。那些恐怖的声音不是幽灵，那是大青蛙的叫声。是牛蛙，但这个池塘没有牛蛙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韩丁纳市长，你带着那些牛蛙做什么啊，市长？那个，我这次也是来散步的，所以，哦，好了，他们的叫声害我晚上睡不着，所以我把他们送来这里。难怪我认不出他们的声音，他们住在卧底室。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去。我开车送他们回卧底室。市长，我们可以一起走。哦，那这一路上他们一定会很吵的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有人拿走农夫尤美的美味蜂蜜，还有蜂巢。整个蜂巢吗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拿走蜂蜜的人也弄坏了围栏，尤美的动物都在农场里乱跑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我要你用夜视工具跟无人机找到蜂蜜，还有蜂巢，还有灰灰。我们赶动物的时候，你用工具修好围栏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灰灰，阿奇赶动物的时候，我们把围栏修好吧。马上去。还好我有围栏的横木。灰鸡，狗狗，小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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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牛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哦，做得好，狗狗们，现在去追踪蜂蜜跟蜂巢吧。我的基地都被蜜蜂霸占了。蜜蜂好像很喜欢韩丁纳市长帽子上的花，他们在收集花蜜，蜜蜂用花蜜酿出蜂蜜。我知道找谁帮忙。嗨，莱德，怎么啦？天天，我要你引蜜蜂离开韩丁纳市长的基地。好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哦，蜜蜂，
我有很棒的花，有慢慢的花蜜。带他们去农夫尤美那里吧。收到。蜜蜂回去蜂巢，酿更多蜂蜜了。甜呢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蜂蜜、蜂巢，还有我的蜜蜂。只要你遇到问题，就喔呼救。这次的任务很奇怪，小曼带着她的猴子朋友搭了一个攀爬架，卡罗斯被困在里面。真的吗？猴子怎么可能搭出攀爬架？小克说，他们一定是用了这些捡来的彩色工具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不要跑，猴子不需要钳子。你也是，快给我！汪汪队，你们能来太好了，很高兴能帮忙。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灰灰，把这个攀爬架拆了，马上拆。啊，螺丝起子。谢了，灰灰。莱德，不客气，卡罗斯。莱德，卡罗斯，有看到小曼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他闯祸了。那是汪汪巡逻车的轮胎。我们要在猴子又闯祸以前，把那些工具拿回来。新鲜的香蕉，快来吃哦！耶！好棒的团队合作，你们全都是乖狗狗。谢了，莱德，汪汪队，你们救了丛林，阻止猴子的恶作剧。只要有猴子在丛林里搞破坏，就大声呼救。是什么惊喜？乐乐，嗨，你们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嗨，乐乐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欢迎来到冒险湾。他们是我见过最亲切的狗狗，应该说是我见过唯一的狗狗。你从来没有见过别的狗狗？没有，我住的那里只有我一只狗狗。那是哪里？这也是惊喜的一部分。我们要坐汪汪巡逻车去？不是，是这个。好了，狗狗们都上车吧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这里真美。哦，什么声音啊？恐龙吗？恐龙在哪里？欢迎来到恐龙荒野。那些是三角龙，还有那些是迅猛龙，它们超酷的。哦，那些是异兽龙，它们看起来像鸟，可是你们知道它们是会飞的恐龙吗？不知道，但是现在知道了。过来看这个吧，这里就是我家。哇哇，太酷了！我跟泰勒、阿宝医生住在这里。医生是世界上最棒的恐龙兽医。这里是世界上最酷的地方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坐恐龙巡逻车去逛一逛吗？嘿，这是个很棒的名字，恐龙巡逻车集合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海丁娜市长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把自己困在超大的巧克力兔子里。没想到海丁娜市长原来是个大甜心，现在他就快要被搬进树林里了，只能靠我们去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，还有天天。啊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
晴天，把吊坠放下来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啊！哦，晴天，快点！阳光让巧克力融化了。啊！阿奇，你现在到峡谷的底部，把网子准备好。没问题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糟糕，我差点就抓住他了。网子。莱德，兔子弹开了，现在变成漂浮的兔宝宝了。露玛，我们需要你马上开气垫船来。开始行动吧。现在只需要把兔子拉到岸上。莱德，出现一个麻烦了。哦，对，那些海豚看起来太靠近了。露玛，我要你把兔子拖到岸上，而且要快。哦，救生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韩蒂娜市长，抓住救生圈！你们真是够慢的，不过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韩蒂娜市长。要是你又被困在巧克力兔子里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盖个东西，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，我们必须帮助高地队长安全降落，所以我需要汪汪队狗狗很快的搭好降落台，所以这次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，交给我们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，小丽，还有他的终极工程车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糟糕，高地会降落在这里，但是没有地方架降落台，这里太窄了。既然不够宽，那就往上。我们要干什么，首领？相信我，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拆了，别丢掉，再利用。在这里钻蜘蛛的洞，莱德还有阿奇，把柱子放到洞里面吧。我看到太空船了，大家动作快一点，高地队长就看我们了。首领，这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，小丽的快速螺旋溜滑梯，它来了！哇！莱德，听到请回答。高地队长还好吗？他降落了，平安无事。谢谢莱德，你化解了危机。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丛林里的巨大声响吓到大象宝宝跟他的爸爸，我们得快点把大象宝宝从流沙救出来，免得他陷得更深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没事的，大个子，汪汪队马上就会到了。一座石头城，马上来！哇，那个流沙好深哦！啊，用这个行吗？好主意，灰灰。如果石头不行，那就试试看木头桥吧。哦，绞盘，收回绞盘，阿奇。绞盘收回。哦，宝宝太大了，我们得固定住卡车。谢谢更大的大个子。小丽，把原木放到它下方。我来帮你解开，大家小心脚步。各位，做得好。
不用客气，大象爸爸。只要记住，要是你又听到可怕的声音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古威市长，莱德，紧急事件，咕咕鸡的雕像消失不见了。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。要是知道偷雕像的人往哪边走，可能会有帮助。阿奇，用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我发现脚印了，到人孔盖那里就没了。阿奇，派你的无人机下去，看看能在地下道找到什么。发射！雕像就在那里，好威！为什么雕像在动呢？汉蒂娜市长，我该想到的。我们今天有邀请汪汪队参加我的带走雕像派对。韩丁娜市长把无人机的摄影机打掉了，我们只好用别的方法去追他了。什么事，莱德兄弟？韩丁娜市长把咕咕鸡雕像带走，他想带着雕像从冒险湾底下的地道逃走。你开气垫船到涵洞跟我碰面。莱德，你看，该洗蓬蓬了。慢着，水流太强了，我们会被冲出去，冲到海湾外的。沿着地下道就能回到无敌室了。什么？啊！竟然有鳄鱼！冒龙车，马上倒退！啊！啊！阿奇、天天，我要你们准备好接住他们。现在放弃冒龙车！网子！真是太丢脸了！做得好，汪汪队！记得翅膀后面也要刷，是你害翅膀变得那么脏的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的某处，不好了！他们打过来，但是讯号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。天天。我要你从空中用护目镜跟直升机搜寻他们。阿宝船长提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小丽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有发现了，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。太好了，一定是阿宝兄弟的。我们马上到。嘘 ，listen， 你们听。那是从手机听到的声音，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，要快点找到阿宝兄弟。我想阿宝兄弟就在这面墙的另一边。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门。我可以用铲子把它撬开。哦，真的是你吗，莱德？是的，撑住，我们就快到了。海威，我们在这里。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用力推。好了，进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见到你们真开心。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毛茸茸，是他打呼太大声了。他从屋顶掉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。趁他还没醒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惊吓到他。见了汪汪队，这是完美无缺的救援。不用客气。只要你跟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海底的沉船被海盗席德拖走了，我们必须追上沉船，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哎，为什么我们的速度这么慢？出了什么事？莱德，我们一直跟着帆船，可是现在事情真的变得很奇怪，那艘船居然自己在往后拉耶！沉船里有巨大的海阔鱼，就拉得动了。它像蜗牛一样把帆船当作它的壳。帆船是海阔鱼的家。席德，我是莱德，你得把那艘船还回去。哎，海盗，我绝对不放弃，我找到的船就是我的。好吧，灰灰，我们只好切断缆绳了，把焊枪准备好。我会等你的信号。阿奇，我们得让海阔鱼乖乖待着才能切断缆绳。你的船上应该有鱿鱼竿可以安抚它。有，我找到了。
好了，灰灰，就是现在。阔鱼没有拉了，走。阿奇，把绞盘放下来。灰灰，把绞盘勾到帆船上。绞盘勾好了，阿奇，把它拉走。我们带阿奇去帆船原来的位置，小阔鱼一定会很开心。就是这里。莱德，谢谢你救了潜水地点，还有小阔鱼的家。不客气，小阔鱼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求救。换我，换我了。是狗狗平板在响，可能有人需要帮助。哦，对，莱德，你不是莱德？是的，我在照顾狗狗古威士长。别担心，汪汪队会马上赶去救援。狗狗都去瞭望塔。其实莱德会说，汪汪队总部集合。知道了。汪汪队总部集合。莱德需要我们？不对，是凯蒂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是说凯蒂队长。小姐，谢谢狗狗们。所以，莱德接着会怎么做？莱德会说他需要哪只狗狗，然后分配工作。了解。拯救邮差先生，我要派毛毛，你用消防车的梯子把他从树上救下来。我火力全开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古威士长跟咕咕鸡安全吊挂到地上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汪汪队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。你是要说汪汪队要出动了？没错，就是那句。别担心，邮差先生，毛毛会救你下来。对，梯子，我带你下去，邮差先生。哇哦，古威士长，我马上就救你跟咕咕鸡下来。啊，道具。谢谢你，甜甜。哟吼！你们都是乖狗狗。怎么样？今天都还好吗？凯蒂做的汪汪赞的，莱德。我就知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古威士长跟韩蒂娜市长受困在雪橇上，雪橇还卡在冰上的大裂缝里。我的天！可怜的市长们，现在还有一些狼想吃掉韩丁娜市长的汉堡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，把那些狼引开吧。发射器。很好，小丽飞进裂缝里，把市长们一个一个带上来。两个市长马上送到。让我带你们离开吧。我先走。猪猪，跟着两位市长。莱德，他们掉落在岸边，而且是很用力的着地。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咕咕鸡，我来救你。别担心，两位市长，汪汪队会救你们回岸上的。起风了，风会把我们吹向大海。路马，两位市长被困在那块浮冰上，请你把浮冰推回岸边。那就交给我吧，兄弟。路马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带你们去兜风。猪猪，你现在能抓住浮冰了吗？可以。啊，弓爪发射。快点，我的脚都快湿掉了。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市长，要是你又被困在浮冰上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卡罗斯跟小柯说，有一个奇怪的臭味逼得丛林动物离开自己的家。好重哦。他们逃得太快，结果有只猴子受伤了。毛毛，我要你用医疗救护包帮助受伤的猴子。还有天天，
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做空中搜索，查出那个臭味的来源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我们找到卡罗斯跟小克了。莱德，毛毛，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！毛毛，去看看猴子的腿。X 光机，看来你的腿不会有事，只要包一下就行了。啊，好饿！天天，找到这个神秘臭味的来源了吗？我在沼泽区，看起来有很多绿色的泡泡从水里冒出来，是非常臭的泡泡。做得好，天天，毛毛，你处理得很好，我们要去查看沼泽了。那些泡泡就是沼气，有时候老去的植物根树在沼泽的水底下腐烂，就会变成一股臭气，制造出那些泡泡。天天，用直升机的风把臭泡泡从沼泽吹出去。好主意，莱德。闻起来没有那么臭了。阿奇、毛毛，危机解除，你们可以带动物们回沼泽了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我们终于可以去拍野生动物。已经有动物朋友想要我们帮他们拍照了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冒险湾停电，变得一片漆黑。还好，总部有自己的紧急发电机可以用。现在要靠我们让电力恢复。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拍，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什么在发光？韩蒂娜市长，请你关掉那个招牌，他还冒险湾停电了。我不要，这可是杰作。再说了，谁舍得关掉这个大帅哥？哦，抱歉，韩蒂娜市长。冒险湾需要恢复电力才行，我们还要去清理一团乱的城市。走吧，阿奇。还好，汪汪队没有想到我还有一招，可充电电池。走吧，大个子。这么亮，我什么星星都看不到。这个假阳光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不快点关掉那个光，我们就会看不到今天晚上的行星连线。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好了，天天，用你的钩子拉开灯塔上的招牌。知道了。啊，钩子。你要跟我走喽，大个子。快看，行星按照计划要开始连成一线了。这真的是太酷了啦！汪汪队，谢谢你们拯救了。晚上，不客气，雅丽。要是灯光又变得太刺眼，就大声呼救。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艾尔、尤美跟贝迪娜在回家的路上被困在吊桥的最上面，可是吊桥却卡住了。阿奇。我要你用绞盘拉住卡车，不要让它滑下来掉进河里。毛毛，你用梯子把钢索扣在农夫艾尔的车上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桥修好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动作真快，灰灰，齿轮看起来是正确的尺寸，可是轮齿的数目不对。可以了，阿奇，把绞盘收紧一点。大小正好，齿数也正确。吉伦扳手。哇哇！灰灰，还要多久？我还需要几分钟。我来呼叫支援。天天，我需要你空运贝婷娜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阿奇，用网子缓和它落地的冲击。可是它会落在桥的另外一边。灰灰，你来操作绞盘。阿奇，我用越野车送你过去。小心点，莱德，桥上还是有个很大的缝隙。网子。没有噪音了。灰灰，为了帮助农夫艾尔下来。
收起绞盘，同时一边后退。知道了，莱德。谢谢你们把我们从桥上救下来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汪呼救。哦，不错嘛，巧莉太太，谢了，古卫师长。你拿着火炬要小心一点，火炬点燃这里的火，就代表运动会要开始了。我可不想滑倒或是绊倒。哦，啊，巧莉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亲爱的。但是火炬去哪了？哦，糟了，大家快点离开公园。嗨，古卫师长，开幕典礼的事都准备好了吗？本来是的，可是运动公园现在在冒烟。没有烟太多的运动公园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。你觉得呢，毛毛？地面上没有东西在燃烧，所以一定是树根着火了。一定是火炬掉进其中一个地鼠洞，所以才会起火的。阿奇，用你的热扫描机检查。是树根着火了。天天，我需要你从空中搜索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在冒烟。记忆，毛毛，莱德，我又看到下面有烟了。天天说的对，地底下还有火在烧，一定是火苗点燃了其他树根，还把地道里的地鼠都逼出来了。他们的地道在地底下相互交叉，我们就用地道运水去灭火。我们要确定所有地鼠都离开地道了。快来，我这里有地鼠爱吃的。地鼠警报！嘿，小兄弟，你是留下来帮我们灭火的吗？毛毛，快点！等一下！烟全都消失了，毛毛，我从空中也没有看到火。好喂，狗狗们，你们办到了！耶，太好了！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派被旋风卷走了。现在这个派卷风甩的冒险湾到处都是派。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叫大家避开派卷风会经过的路线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坏掉的东西通通修好。还有毛毛，我要你用水枪把被派打到的东西都洗干净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清洁溜溜的，喜欢吗，莉莉？海蒂，你快点进去屋里。哦，完蛋，脏兮兮的了。莱德，派卷风弄脏了凯蒂的店，还弄坏了他的招牌。我们马上到。毛毛，帮灰灰上去屋顶。啊，梯子。爪子，水枪启动，住了！对不起，灰灰，我的身上又没有派。莱德，我在上面可以看到派卷风。狗狗们，走吧！只要那个龙卷风里面还有热热的派，就不会停止旋转。天天，小丽，快来帮我！让我们飞去找派吧！小丽，往前冲！天天，用你的钩子抬起小丽，现在把它带到派卷风上方，慢慢把小丽垂降下去。等你进到里面，就用你的铲子把派打出来。铲子！哇哦，全雷打！厉害哦，小弟！耶！鱿鱼火鸡肉派，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汪汪队。骑士队已经可以行动了，莱德队长，可拉跟他的飞龙往我们这边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接近城堡。可是莱德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抵挡会喷火的飞龙呢？用你们全新的救援骑士车。哇，酷啊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，我要你用长矛水枪去扑灭那只火龙引发的火势。骑士，我火力全开，挽回一切。好了，救援骑士队要出动喽！现在把吊桥烧出一个洞，然后攻下城堡。
你最好把水关掉。是大大爵士，不要，我是毛毛爵士，而且我是救援骑士。火花，飞上天！啊啊啊！这，嘿，还不给我下去！没有拿到龙之牙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火花，现在颠倒飞！七，快！飞龙王！我，我没事，可是魔法龙之牙掉下来摔破了。毛毛，太好了，这下可拉不能用它控制龙了。你看，火花，等等！我仅代表八金堡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。要是又有龙想要喷火的话，就大声呼救。大家来见见新来的乳牛。我的天哪，它不是乳牛，我想它应该是海牛。决定要叫它明明，小海牛明明。它是很可爱，可是海牛不适合住在农场，我们要送它去可以自在游水的地方。海牛住在沼泽里，我们越快送明明过去越好，翻过这个山丘就可以看到沼泽了。东宫，水槽！啊！小丽，我们需要你搭个路障拦下那个水槽。马上去，莱德！小心！现在安全了。哦哦，水槽上有一道裂痕，那我们最好尽快把明明送到沼泽去。明明，你到家了，而且时间正好呢。我们让卡车后退，让水槽靠近水边一点。啊，莱德，这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哦。天天到沼泽找我们，我们需要你吊起海牛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去，阿奇，我们必须让明明离鳄鱼远一点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网子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带你跟艾斯去攀大王岩，结果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，现在老鹰把他们困在岩棚上，完蛋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挖你驾驶直升机飞过去，把老鹰引开，他就不会缠着丹尼跟艾斯。啊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特务阿奇，挖你用滑索帮助丹尼跟艾斯离开岩棚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那只老鹰抢走我的自拍棒！来的，看到你们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只是老鹰不肯让我们走。天天，把老鹰从他们身边引开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好大一只鸟哦，还有臭大爪子跟很大的鸟嘴。小鸟，过来过来，快点跟我来。我懂了，你是想要玩。原来你没有那么可怕，你只是想开心玩。太帅了！艾斯、丹尼，撑住，我们会在老鹰回来前救你们下来。阿奇，用你的滑索。知道了。滑索。啊，剩下去。好了，丹尼，换你喽。你平安无事，太好了。就是啊，谢啦，汪汪队。不客气。呀，是我的自拍棒，谢了，老鹰。要不要再跟我去攀岩？当然好喽。
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阿奇，是你吗？是，我跟咕咕鸡睡着了，我们醒来之后就发现我们交换了身体。哇哦，真的好奇怪哦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还有鸡。那些强风把比目鱼号吹上天，掉到了杰克的山顶上。灰灰，我要你打造一辆拖车，才能把比目鱼号带回海湾。最后是阿奇，我要你用绞盘把比目鱼号拉到拖车上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阿奇跟咕咕鸡在哪？团队需要磨合，我们会搞定的。我知道你会的，咕咕，不对，是阿奇。好了，灰灰，开始打造拖车吧。拖车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毛毛，把这个勾在你的消防车，把船拖回海湾吧。拖车撞烂的话，比目鱼号也会变成残骸的。狗狗们，拖车脱钩，比目鱼号滑下山坡，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快点，我们得拦住他。太棒了，我们在拖车前面。当我说现在，你就慢下来哦。不哥，现在，不哥，稳住，稳住，然后，不哥，好威，太棒了。船长，一切都好吧？哦哦哦，你也是。我跟华丽是想说，比目鱼号又浮在水面上的感觉太棒了，谢谢了，汪汪队。啊啊！哦，我又有脚掌嘞，好怪的梦哦。好的，欢迎来到汪汪队救援营。哇哦！天天的工具真的是超级酷的，他应该不会介意我试船看看吧？哇哇，机翼！真是超级刺激！你要让我的粉丝也看看，特技粉丝们快点看，大胆哥丹尼在高空上！哇啊！飞行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哦，真是好，这么好的天气很适合飞行。丹尼在飞，我最好打给莱德。早知道就应该在试飞背包以前跟天天学飞行的。啊，完蛋！拜托走开，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。你不用去煮自己的窝吗？不看，丹尼在那里。他看起来好像想逃离老鹰。阿奇，把网子准备好。我准备好了。一定是在刚才那片云甩掉老鹰了。完蛋，老鹰来了！摔下去！阿奇，用网子。网子。大胆哥丹尼的冒险就在这里画下句点了。对不起，天天，我不小心借用了你的机翼，我这样有点太冒险了，哼，连我都怕了。没关系，丹尼，只要你没事就好了。为了庆祝大钟100岁的生日，咕咕鸡要表演新特技给大家看哦。哦，咕咕鸡在挥手，祝福大家大钟节快乐。会发亮的都是什么声音？我是来抓那只鸡的，跟他那闪亮亮的帽子。把咕咕鸡还给我！把帽子交出来吧。快点打给莱德。怎么了，古威市长？那是咕咕鸡。快点找掩护，古威市长。不过你放心，没有太大的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糟糕了，讨厌的狗狗来了。小丽，帮咕咕鸡开出一条路。没问题。不行，我来。
小丽。阿奇，叫那些人让开！各位，快点离开这里，超大咕咕鸡要来了！好了，艾拉，该带他离开镇上了。换我长大了。你好，咕咕鸡，跟我来。谢谢威力狗，你们救了大忠杰。咕咕鸡也谢谢你，缩小到可以抱抱的大小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敲钟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太好了，我们要去执行恐龙救援任务。一只叫独行侠的异手龙坠落在岩棚，它的翅膀还被大石头压住了。哦，真可怜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乐乐，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来个正好，狗狗们。好了，乐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恐龙爪。阿奇，换你了。不是，滑索。滑索固定住了，阿奇。滑索钓具，马上到。你先走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做得好，独行侠。耶！呜呼！它的翅膀看起来还是很痛。我妈可以帮忙，不管是旗肢还是翅膀，它都能治好。哦，把翅膀固定住就会好起来的。我记得我还有一副支架可以用。找到了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，灰灰？尽管吩咐，阿宝医生。有用了耶！好啊，继续拍翅膀。看来独行侠已经找回自信了呢。谢谢你们惊险刺激的救援，汪汪队。只要你的异手龙遇到困难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老毛帮跟古威市长的游览车一起受困在螺旋平顶山，也就是说，市长还有游客们都没办法离开。救命啊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野猫，超炫的。我准备展开疯狂飙色了，还有小丽，小丽去飙风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莱德，好高兴看到你们来，我们来帮忙了，市长。小丽，开始清理山路吧。没问题，莱德。砰！急速推进器。毛线球发射器。哦，是钢索，我从以前就想走走看钢索了。哇哦耶！我不需要帮倒忙的狗狗来救我，更何况你还是只猫。哈克，这样很危险。浪毛帮就是爱危险。野猫，我们必须控制住游览车。小丽会试着及时清除底下的石头墙。夹夹爪现在分离，又一辆机车没了。喵！小丽快点，我想到一个主意。斜坡，小丽做了斜坡哎。得野猫狗狗机动队，谢谢你们救了大家。要是你的游览车又被骑士劫走，就大声呼救。莱德，你看 ，look， 有很大的脚印，看起来像大象的脚。我听到了，他们往那边去了。
里的隆隆声真的好大。哦，是大象宝宝哎。哦，那是诺诺。可是这么小的大象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。不行，小伦，快点离开那里！回来啊，诺诺，我们只是想要帮你。不好了，莱德，诺诺往河边跑去了。水流的速度很快，小克，你能跳上竹筏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？ Of course， 当然可以喽。一个钓具，马上来，就到你了，小伦，让我把诺诺带回岸上吧。做得好，小克。没事了，诺诺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。啊，慢点，现在。嗨，农夫艾尔，很期待今天重要的早晨吗？是很期待，可是不知道是谁还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彩虹马铃薯，还把我的菜园搞得一团乱，太糟糕了。那本特殊蔬菜书派来的人应该随时会到我的农场。怎么了？他早到了。今天会是一个完美的马铃薯日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来处理，没有失踪的马铃薯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我能搞定，那我开始找线索。感觉很牢固了，小丽，把洞补起来就好。阿奇，找到线索了吗？快点过来看看，我找到了动物的脚印。派出你的无人机，看能不能查到是谁的脚印，是不是他拿走了马铃薯？无人机，跟着那架无人机。他们玩得好开心哦。我们要怎么拿回马铃薯？引开他们的注意，用你的发射器送给他们几个真正的弹力球。发射器成功了，现在大家去农场吧。啊，又有一个彩虹马铃薯迷。是啊，你已经吸引到民众来看你这个很特别的蔬菜了。那么马铃薯在哪里呢？那个，老实跟你说吧，其实它就在这里。哎呀，我现在宣布，由农夫艾尔种出来的彩虹马铃薯是世界蔬菜奇观之一。你好，伯爵，八金堡一切都好吗？有一个盾牌被偷了，盾牌上的地图可以找到呼噜魔药锅。什么呼噜？魔药锅？它会产生魔法迷雾，让所有人睡着。好吧，我们马上到。的人好像全都睡着了。公主还有伯爵也都睡着了。我们不可以进城，要是碰上那些云的话，我们也会全部睡着的。莱德，魔药锅在大半钟附近钟楼旁边的屋顶上。毛毛，灰灰，看看能不能阻止迷雾。马上去，交给我们吧。要是有闹钟把大家叫醒就好了。小丽，这主意太棒了。阿奇，你到钟楼的最上面，用你的飞龙扩音机放送大班钟的钟声，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大声的闹钟。要怎么敲响它？指针离十二点还很远。我们用磁铁把大班钟的金属指针直接拉到十二点。可是要怎么把磁铁弄到上面？你要把它投射上去。飞龙扩音机，来的，我到地点了。
50斤。马上！谢谢来的爵士，谢谢救援骑士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八斤宝。嘿，毛毛，你的朋友是谁啊？他们是双胞胎，很酷，对吧？我是艾拉，我叫塔可，我们在找鸟夫人。鸟夫人吗？哦，救命啊！我是最美最坏的超级坏蛋。嗨，国市长，有一个奇怪的鸟小姐把我们干净的车抬到了天上，然后她又撞到了我们漂亮的桥。鸟夫人看起来就快要垮了。交给我们吧，国市长，威力狗要出动喽。咕咕鸡，你看，威力天天来救我们了耶！莱德，古威市长跟咕咕鸡被困在鸟夫人的鸟窝里，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。但是所有的威力狗都很忙。我知道有两只狗狗可以帮忙。我们吗？该变大了。哇！做得好，威力艾拉。小丽带塔可过桥拯救古威市长，没问题，莱德。这个雷射网是个大麻烦，我要直接穿过去。塔可成功了，我要进去喽。这才叫做威力救援，威力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莱德跟威力狗，你们从鸟小姐手上救了我、咕咕鸡跟冒险湾。不客气，多亏了威力双胞胎，我们才能成功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